韩冰掉线了，来了！我操，一级学艺，刺刺刺！一级还敢学艺呀，阿索！刺刺刺！起立！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没打着他，可恶！起立！点燃闪现！刺儿，刺儿，辣！哎呦我操，这顿穿呢！没关系，我们家有人掉线儿呀，没掉！完了，上当了！哎呀，这上当了！那这把出 AP 的吧。本来我是很想出右装的，但是他们家有个火蓝，我出右的。上路打赢了，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算了，不上了，兵有点多，不会他妈是个主义的牙刷。沉默，这人也不补刀啊！你都杀我一次了，你不补刀吗？啊！你都把我杀一次了，你也不补刀？我佛了！我怎么主义了呢？那我还出个屁 AP 的呀？你给我死！出右的，我都主义了，我不出 AP 的了。那我出右的吧。怎么没人告诉我呢？确实是有点神志不清了，看来得用欧莱雅的，算了。敢问阁下，为何一个兵也不补？还有为什么要反向抠啊？能不能补个刀？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。
玩上路不补刀也就算了，玩中路也不补别人。我是真是佛了，一股起立，不行，下回还得往后点，跑得有点快，移动速度有点快。25个兵，我操，一分钟补25个兵。你塔皮，没完了是不是？老母君啊，起立！你是真不怕我吃你呀？我发现老母君。小反甲吧，哎，这亚索呀，我其实应该直接拒酒，我出什么小反甲？这波没大可惜了，有大直接把它吃了。塔下都不补兵，看着吗？塔下塔都不要，34个兵。我都佛了，猥琐至极。他不应该叫亚索，他应该叫猥琐。你让我吃啊！确实是能忍得住，他是真能忍呢。我吃小兵吧。吃不了的，你这么玩必输，你中路所有资源全给对面。你跑下路去，我去吧，中路给你拆没了。把他中路给他拔了。哇，狗头人这么猛啊，狗头人。一些塔我要了。
我就吃小龙去，走，把小龙打了，下路也没了。哎，把这老母驹给杀了，我马上到。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口，体力没有用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我是怪，你给他下当了。他不是下当的呀，他安斯大部部都不下当。小龙一会儿再吃吧。我十级他八级，反正这牙刷，刺儿沉默，刺儿刺儿，起立平 A， 别碰我，沉默刺儿点燃，没有蓝了，刺儿刺儿。起立，把老母驹先杀了，沉默刺儿，插个眼儿，为什么狂妄 W 闪刺儿刺儿刺儿口，为什么狂妄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要野我，别大了，我直接来聚酒，你的心魔正在蠢蠢欲动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 为什么直接来聚酒呢？因为聚酒没出之前太贵了。 Double kill。回家冰心，冰什么心儿，我聚酒。对面的卢仙挺狂啊，啊，黄子儿跟我过来，来。一 Q， 哎呦哇，我只能扣小兵了，给我扣一下呀，现在这大能打600-642，642，我不给你抬起来一下了吗？刺儿刺儿刺儿，你能不能别老抢人头，你都第二回了，能不能有点下线了，还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。起立，沉默，刺儿刺儿口，推没了，15分钟推没了，推的有点快呀、来，我们去扣一个峡谷先锋。
狗头银发育不错呀。回家，出兵权去。再来个冰心儿，差两层小兵。亚索加卢仙怎么选出来的阵容？亚索加卢仙有什么问题？你要亚索加永恩也没问题呀，亚索下路呗。狗头银让人干了，我先扣个河蟹。哇，狗头银，狗头银十七分钟500Q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起立，我被框里头了，致命点人。有红哎，谢谢你的红 buff， 1600差点钱，我们先去拿个冰心儿。右边大了一点，差两件装备，差点多呀。为什么不扣人？因为刚才没有人让我们扣啊，我只能扣一个红 buff 了。这红 buff 不要了，谁来要谁要吧。都一半了，那就算了吧。你想饱受折磨，永远磕个大药也没用。是不是给你们点面子了？我发现，啊，刺儿。刺儿口，沉默，起立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平 A， 沉默，起立，平 A， 哇，刺儿你！推基地了。快点的加我一个，磕大药也没用，必须得到16级才能是最大的形态，你知道吗？16级再能大一圈吧，还能大一圈，你要磕个药还能大一圈，能到老母驹的屁股这里，我估计。